may have seen some of these people before. These are Dianxi Xiaoge's family members. 小哥可以给我们介绍您家里人是谁吗？好，这位是我爷爷，然后奶奶，我叔叔，我叔叔是我爸爸的弟弟，然后我叔妈就是我叔叔的老婆，然后这是我爸我妈。Before she got into vlogging, Xiaoge worked in Chongqing. When her dad got sick in 2016, she moved back home to be closer to him and her family. But now that she's back, how do they feel about her new career? 主要是还是我身体不很好，她回来没原因的。再一个，她现在就回来一下，她高中时候有挫折打创业一样的，她还是挫挫还是有点困难。Grandma seems to agree. OK, 俺们问你说，就是你平时瞧拍视频有的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嘛，我就是平时拍视频嘛，就我就是哭嘛，也不是忙的嘛，到。 两三点钟啊，三点钟，忙也不是还哭啊，哭嘛也不是受不赢啊，这意思啊。啊，他就是问你说，你吃过我做的菜最好吃的是什么？什么？就是不是我们家都没法进的青菜嘛，啊，道道有可能好吃啊，嗯。我家炒菜，道道好吃呢，但是我最爱吃洋芋。Also, for those fans who follow her closely, you might notice that her family members call her Penji, aka Bucket Chicken. This is where the name comes from. 然后很多粉丝叫你盆姐，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其实他们一开始是跟着小豪叫的，因为我在视频里面，小豪会经常叫我阿盆姐，因为我有一个小名叫盆鸡。 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个比较，就是有一个说法吧，也不算迷信，就一个说法，就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妈妈的娘家人第一次来看孩子，拿什么东西就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当年出生的时候呢，外婆来看我，就给我带了一个洗澡的盆，然后抱了一只鸡，叫盆鸡。